青年贷款多少钱？可您写企划书。政府特别成立了青年贷款专案，多少金额以下的贷款可以免写企划书？我觉得是 A， 我有申请过，我是。你哪里买车的？多少钱？100万。哦，真的啊？100万以下的不用企划书啊？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呢？你这样你是很想去申请是不是？我要买车啊。晚间6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